有什么事？ 乔，你知道你哥在哪吗？他约了我下午2点见掌柜的现场负责人，可是都到现在了，我根本联系不上他。我知道了，不用着急。好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小老板。 车辆自燃事故，你们赶紧过来吧。 北极燕鸥不会停吗？你骗人！哥，我舍不得你。 Thank you.
迟小念，你不会还没起床吧？现在都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。哎呀，才12:40，我不是2点钟面试吗？赶趟，我得睡会儿啊。什么赶趟？今天周六，难得几位老师都有空，我命令你在他们吃完饭之前赶到。我现在就起来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我现在就起来了。就给我10分钟，5分钟洗脸，5分钟穿衣服，你等着我呀啊！石小念。你知道我今天把总监约出来有多难吗？为了你这事，我求爷爷告奶奶，好不容易约出来，您倒好，到现在才起来。你现在马上穿衣服，10位家父出现在我面前。我知道了，小丸子。好了没？那我也得刷牙、洗完脸啊。你不用再催我了。我的小祖宗，你快点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快点儿，徐小念，你不要再照镜子，可以了，已经很好看了，快点儿！我刚才叫了车，已经快到门口了，姐姐。手机，手机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小丸子，我先挂了啊，不说了，拜拜。石小姐，请上车吧。哇，这么高档的车啊！高档啊，怪不得他天天想着叫车，还故意弄丢地铁卡。石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师傅，你这车钱，不是，我是说这种档次的车是不是也不便宜啊？我来接您是免费的呀。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就说嘛，我跟丸子这交情，回头我请他吃顿麻辣烫就回来了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咱们去出版社就前面过2条街就是了。石小姐，让我来接你的人在别的地方等您，我现在送您过去，你稍安勿躁。丸子也真是的，出审会改了这么远的地方，不早点跟我说，早说我早点起来了。老师啊，你的手表真好看，在哪儿买的？哎，姐姐，你这个耳钉几克拉的？真好看。哥哥，你这个领带意大利产货吧？搭配真不错。啊，黄总编，石小念，很快，立马，马上，就到了。喝咖啡吗？我去买。石小念，你去哪儿了呀你？石小姐，
请下车吧。哦，这就到了。哇，这么奢侈啊！这审稿会真开在这儿啊？这是龚先生的家呀。哎，小老板，人带到了。这漫画界大师级的评审龚老师。哎，等等，他上个月不是中风了吗？这么快就复出了，还来当评审，你还叫他小老板？这是什么漫画界里的新梗啊？请吧。还有龚老师啊。不，哎，不用了，这边请。这好大呀！哎，这里能有多大呀？3000多平吧。3000多平啊！哎，这么大房子，他几个人住啊？龚先生一个人住。一个人？不怕迷路吗？能找到自己房间吗？前面就是龚先生书房了，他在里面等你。哎，一个人啊？丸子不说一堆评审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反正今天请您过来的是 ENG 科技的副总裁龚欧龚先生。ENG 科技总裁？哎，你们搞错了，我是来参加审稿会的。什么龚先生啊？你们这是搞错了，搞错了。哎，石小姐，龚欧先生等您很久了。什么欧？我管他是谁呢？我有事儿，我得走了。终于见面了。叫了一个车在楼下，你们正好也在楼下等人，我就误会了，是上了你们的车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既没接到人，我也耽误事儿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我还有个漫画审稿会，不打扰了。相会，你要不然派个车，或者你开车送我去出版社，行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。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装什么了？什么意思呀？休想瞒住任何事。你说的是什么公寓？我一点都不认识他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什么意思啊？绝对不会伤害您，但您最好把真相说出来。什么真相呀？哎，
恋的山洞啊。十八线少女漫画家神秘施工，你不如人间别墅，再也不见天日。啊，不行，我得出去。开门，芝麻开门，代表月亮消灭你。开门开门，妈咪妈咪呼呼。开门呐，门叔，门大哥。哎，石小念，你到底去哪儿了呀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200两银子啊？这辈子你这么折腾我。哎呀，在吗？穆总在等，在等。穆总一天都在等着你呢。千初就算等我，还会告诉你们呀。穆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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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穆总好。这些订单里有一部分是要退订的。为什么？是产品有问题吗？不是，之前谈合同的时候专门强调过产品代言人的问题，突然把秦小姐换成石小姐，有一些合作方接受不了。当时的合同是怎么签的？合同里虽然没写这一条，但是谈合同的时候有人录了音，而且都是老客户，按照行规要求也算是合理。什么合理啊？他们是老客户就可以这样欺负新上任的掌门人吗？是不是看千初刚刚当家想给个下马威啊？既然他们不想合作就别合作了，有的是人想要我们穆氏的产品。行了，你先去忙吧。思明，你身为千初的助理，你的任务就是帮他处理好这些琐事，包括这些麻烦的客户，明白吗？好，我去处理。啊，生气了？我不是生气，我就是见不惯他们欺负你。都合作那么久了，伯父在位的时候怎么没见他们挑三拣四的？你身边的人也是，都知道你身体不好，怎么还拿各种事烦你啊？好了，没事的。对了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有啊。怎么了？那我们一起吃饭吧，最近这么忙都没有时间陪你了。我还以为你最近晚上都有事儿，都不敢约你呢。那就去你喜欢的那间意大利菜怎么样？吃什么都好，听你的。还有啊，你的戏下周是不是要杀青了？嗯，那我们去旅游吧，马上就要到日记岛景色最好的时候了，我们去那儿好不好？怎么突然想起去日记岛了？那个地方现在人又多，房间也不好订吧？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呀，就负责把时间空出来，然后再好好享受就行了。小念，小姐，你不能进去，石小念，石小念，石小念。穆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拦住他。他不在啊？你是石小念的朋友吧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忍石小念已经够久了，我什么都可以包容，但请他不要再来打扰千初了，好吗？你还好意思说包容？说话抢不讲良心啊！明明就是你呢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把他拉出去。你别拉我，快点走吧。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我不是生气，是我那个姐姐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好。
好啦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嗯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跟我解释一下你和公寓之间的关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。我只想听到真相。你能听到我吗，顾先生？我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漫画家，没名气，没粉丝，什么都不是，特别穷，放在人群里根本找不着我的那种。你找错人了。我根本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什么公寓，我第一次听说这么奇怪的名字。石小姐，我们不是无凭无据就把你找过来的。我劝你现在稳定一下情绪，调整一下思路，尤其是两个月前你那段时间的经历，我需要你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听。两个月前。希望这段视频可以帮你找回些许的记忆。视频？3月20号夜间9:30左右，苏江市江口路某一路段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，一辆黑色 SUV 因雨天路滑刹车失灵，冲出高速护栏翻滚下山，司机已经抢救无效后死亡。那么据悉，死者为恩益科技的总裁龚玉，目前当地的交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和事后处理，相关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。车祸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根本不认识视频里的人。我不认识这个公寓，更跟车祸八竿子打不着。石小姐，无谓的狡辩是没有用的。公寓是我的哥哥，这起车祸存在很多疑点，我希望能够慢慢的说给我听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是你哥。只要你能够拿出当时你不在场的证据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3月20号，爸妈，为什么锁我在房间里啊？金主眼睛拆纱布，我得去陪他呀。开门呐，开门啊，听见了吗？爸，开门呐，爸。我是你的美少女战士，我叫石迪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明明陪他那个人是我，你真奸猪！手术刚恢复，记忆不清楚，你就骗他那个人是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你不就想要个理由吗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喜欢千初。我对他的喜欢不比你少，是你是比我先出现在他面前，但是感情的事情不是说先来后到的，你能为千初做的我也可以，我能做的比你更多。你怎么能这么忍心呢？妈从小就多关心你，说你生下来没了妈要多关心，有没有想过我呀？我才是他亲生的。至于穆千初，那就算你自己倒霉啊，你欠我那么多用穆千初来还。石小姐，我想起来了，3月20号那天我被关在家里，哪儿也没去。证据呢？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？我都说了跟这事没关系，别再逼我，我还有重要的事儿。你把那么多观众点放在我身上有什么意义啊？
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兄弟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给你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了。新的手机安全测试系统怎么样了？还可以。什么叫还可以？100%无漏洞和80%都叫还可以。我需要的是一个精确的数字。乔，现在这个状况，我希望你能够体谅一下我。我压力也很大，既要抓管理，又要抓产品，大事小事都是我一个人来操心。虽然说现在也还可以正常的运转，但是内部已经人心惶惶了。你也看得到，咱们有很多正在进行的项目也不得不停下来，大家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。我明白，现在是 NE 最艰难的时刻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对产品的要求是一致的。不管我哥在与不在，这个口绝不能松，不然很快 NE 就会被市场淘汰掉。当然，小欧，你我你哥，咱们三个创业这么多年，这些道理我当然都懂。只是现在 NE 正处在一个危机时刻，所以我在想，对于产品的要求是不是可以降低一点点？绝对不行。NE 的立足根本就是对产品的保证，如果这个都保证不了，NE 就真的危险了。好，我去跟大家沟通，再坚持一下，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样，那我先走了。有什么事情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注意身体。老样子。好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石小念呢？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打算说点有用的吗？石小姐就是一直在房间里转悠，也出不来。其实她也挺可怜的。什么都不知道就被弄过来，先把他请下来吃饭吧。有什么事吃完了饭再说。那我赶紧去看一眼。小迪，其实我今天是有话想跟你说。干嘛？跟我来。
这怎么办啊，小老板？这怎么办啊？把他找回来呀！怕一个女孩子在大晚上跑去山里，万一出什么麻烦怎么办了？快找人去！哎，天卓，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曾经陪我看过的每一场初雪吗？我当时看不见，你说会做我的眼睛，帮我感受四季。你还记得当时我对你许下的承诺吗？天卓，这么久的事情你还记得？我当时跟你说过什么？千初，你看，每片雪花都有六个角，据说每片雪花的样子都各不相同呢。可是我的眼睛看不到啊。没关系啊，千初，我可以做你一辈子的眼睛，我可以帮你感受四季，无论是每天日出还是日落，还是天上的银河，我都帮你看，然后告诉你他是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美少女战士答应木千初，木千初也答应美少女战士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在最美的大学里向你求婚。这是我给你的承诺，我一定会实现的。算了，不记得也没关系。小迪，不知道这一刻对你来讲会不会有些唐突，但我的确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上天眷顾我，能把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送到我身边来。小弟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一刻等了好久。什么变态才会住在这种深山老林的地方？还好我机灵鬼怪，用我的巴啦啦小魔法。向我求婚的。
我还会陪你去看日出，所有小时候我们看过的景色，我们再去看一遍。赶紧安排记者在门口给我拍照，我们大概20分钟后出去，尽量让他拍正面一点，然后最好也能把戒指拍上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办。小老板，我在咱们别墅后面的树林里都看见石小亮了，结果还是给他给跑了。你是说他跑进了我房子后山的树林里？对。快联系医疗团队过来救援！一定要救醒他！我这就联系。